这节比赛还剩3.4秒，但是呢，我们终于要看见奥努阿库发球了啊！哎呀，这是我们看他比赛的时候都非常期待的一部分。他是 NBA 为数不多的使用端尿盆发球姿势的球员。2016年的37顺位秀，来自路易维尔大学，曾经里克皮蒂诺教练的弟子。哎，走。第一罚稳稳罚进啊！我们看罚这个球的时候啊，现场的情绪都变得不同了。第一罚罚进，获得了满场的掌声。看看第二罚怎么样，奥努阿库。走，两罚两中，哎，现场的掌声更加的欢腾了。